有人。大家中午好，我今天呢想把昨天想说的前天没说完的话跟大家说一遍。就是前天我就是前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，哎，想说啥来着，让他给我打岔打忘了。你在牢里跟狗里洗个眼睛洗啥？你不知道，我听人家说了，抽一颗烟少活五秒，笑一笑多活十秒，这样我赚五秒的。进来牢里给我放屁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！冷冷的眼泪随风吹，才知道离别的滋味。多少寒霜，多少心碎，多少。啊，不是，我看你这衣服呢，我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呢？咋的？我看你这衣服，你穿的瞅都挺好看的，要是我媳妇穿上啊，那得更好看。你这意思我没你媳妇好看呗？我不是说那意思，我说啥意思呢？我媳妇啊，比你好看。不是不是，你呀、啊、没我媳妇好看。不是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病啊？我磕着好看的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？神经病。哎，你骂谁神经病呢？说你咋的呀？是不是你先聊闲的啊？我磕着好看跟你有关系吗？也不跟你过日子呢。不是，我也没说有关系，那我就问他们一句怎么的。那你跟我说什么话呀、啊、你、啊、我跟你说这话你就不行怎么的？拉倒你这人别吵了，人笑你干啥呢？要我说吧，你们两口子就多余的事儿，搁大马路上吵吵啥呀？愿意吵回家吵吵呢，搁这嘎整的像耍猴子似的，大伙儿看笑话吗？不是。哎，你啥眼神啊？谁跟他两口子？不是，你说谁像猴子似的？我有李永斌，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我发现。不，你说谁是狗啊？哎，我说你这，你不用说话吧？你说闲没事，你说没事啊？啊？哎，你说话还上手，要瞅你就是个泼妇。说谁泼妇呢你？那五马长枪破马张飞的呢？就他这事的，哪个老爷们摊着都倒老血霉了，是吧？我跟你过日子，你管我泼妇的呢？你干啥？不是。还有你还瞅啥呀你呀，这是他要我东西挠你，挺大老爷们还跟女人一般见识，你像个老娘们似的，你都给老爷们丢脸呢你。哎，我说你说谁像娘们似的啊？你说谁呢？干啥呀你？你干啥呀？
我告诉你，你就不是我媳妇儿啊！你是我媳妇儿，一嘴巴子牙给你打掉下来。不能的，来打！闪边！跟谁俩呢？你还得推我是不是？被你打的？你说咋的？哎呦我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你呀！你想咋的你？哎呦！你没事干了你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吓我一刮，有病！我是来劝架的，你们都打我干啥呀？你不赶快送这儿怎么了呢？你不空调那里掀断了吗？我上你接上线去。这是你咬上几层了吗？这样安全，我要是趴着梯子，要是梯子一断，它不都掉下来了？你在这接的？我这不是这边绑腰上，这边绑手上，我趴着梯子一断，我这样到时候提溜我自己的腰了，掉不下来。梯子都断了，你说你自己能提溜不了吗？他这不用绳子提溜着了吗？二叔，你说他梯子断，他能掉下来了吗？掉不下来，他这不用绳子绑着了。我可真叫你爷俩歇死了哈！一看你上学都没上。来，你爬，我看你掉不下来。快了，掉下来了吗？你怎么那个手法子了？我凶了他掉不下来。你凶。掉下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想来，我这个手没劲儿。你没什么劲儿，你没什么劲儿啊？我这个干嘛要有劲儿就提溜吧了，好是吧？你帖子都断了，你还在这提溜了，成天活心思的磨你。考试了，结婚当天，下着大雪的，在这打扑克。俺能在十中门口呢。你一天到晚只知道看电视，这么不乖。小心我把你扔了，再捡一个。你再捡一个也是不乖的，那是人家爸爸扔的。星星，我漂亮吗？不漂亮。可爱吗？你都多大岁数我还可爱？说我可爱。就不可爱，小孩子不能撒谎。外婆，你什么时候来呀？你不会就天天和我没大没小的，我也管不了他，你快来管管他吧。干嘛？你老公不要管你小颗粒。那怎么办啦？下次好好劝老公。喂，爸爸，赶紧回来哟，你老婆生气了，我不帮你哄的哦。正好买一盒巧克力给他吃，不，两盒。贝贝，哎，如果爸爸和妈妈吵架了，你会站哪一边呢？我会站旁边呀。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呀？你不是我是捡的吗？哦，妈妈，上班不归家。
在外面怎么着有几个小伙子。爸爸你真厉害，我真佩服你。为什么呀？你娶了这么好老婆，会做家务会做饭，又能上班赚钱，又长得漂亮。妈妈你就不行了吗？你看你长得什么玩意儿。我好机智啊，我不想提着，我就把它挂在我的伞上。我西瓜掉了。太吃不喝了啊，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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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有几只脚？两只。两只吗？剩下的两只呢？剩下的那两只是手。咱能分清动物吗？这什么动物？鸡。这什么动物？鹅。那它是什么动物？鹅。它俩怎么不一样啊？它是一个宝宝。一共有几人？两人。一二三四，怎么是两人？因为他俩是动物。一共有几只小动物？七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还八嘞。你数一下几个鸽子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几个鸽子？八个。为什么不是九个？因为这个是乌鸦。乌鸦是这个是乌鸦。乌鸦是黑色的，鸽子是。小朋友去郊游，不戴帽子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几个？有七个。什么是七个呢？不，他是导游。一家三口吃饭需要六根筷子，不对吗？因为我不用筷子呀，因为我用勺子呀。假如你用筷子的话，一家三口是不是需要六根筷子？我不想用筷子呀。骑车写完了，然后下一个。看他在干什么？活命。啥？活命。你再说一遍。活命。2019全新升级版天子驾四震撼首发，本车延续了传统的家族式设计风格，大气稳重中暗藏一丝俏皮，宽敞属于一个成功男人本该征服的领地，也要有不缺浪漫的细腻。双脚驱动，百米加速只需3万米法，从容征服人生曲折，胜券在握。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行。天子驾四，你值得拥有。